大家好，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体育馆坍塌事故的现场。那么在今天下午，在我身后的体育馆的顶棚发生了坍塌事故。那么在今天晚上的10:25，第11名被困者被救出。同时呢，在现场能够看到持续的降雨啊，对于此次的救援也将会增加一定的难度。现在是晚上的11:52，现在现场的救援仍在继续当中。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来自于消防、急救、应急、电力等多部门的进行一个协作，正在进行紧急的救援当中。那么针对此次救援的后续进展以及坍塌事故的原因，我们也会进行持续的跟踪报道。